好，那接下来就是第二个环节，是双人版，那就是三二一看这边啦。好，有请。好的，我们第二个游戏呢，也是我们经典的，叫做三二一看这边。我们首先要有请的是王楚然、杨洋、小丁和迪哥，加油！我来泼吗？我来泼是不是？我下手狠。楚然和迪哥负责泼水，杨洋，抱歉了。好，来来，先决定攻守方。石头剪刀布，先试。石头剪刀布。好，小丁先攻。来啊，来啊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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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啊！给我泼呀！泼呀！泼呀！啊啥呢？你无实物表演干嘛？你要拿手扇人家吗？还上手？还要？还想给你一耳光？他一说，他把左手伸过去了，发现水在右手。不管怎么说，咱做出了反应。好，我大概懂了。哎，好，现在一比零啊，杨洋记一分。现在弟弟先攻，来，来，你喊三二一啊。对，啊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。别急。好紧张。你别管人家，你注意你的节奏，你老管他干嘛？你让他弄。对，不是我的队友这个节奏，我真的是我也乱你的。你不用管他。好，到你进攻，杨洋进攻。三一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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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一看这边。杨迪，哎呀，不是老手吗？怎么抢盾牌呢？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你也紧张了是不是？太紧张了。好，现在杨洋先攻，一比一。三一看这边，三一看这边，三一看这边。哇！还是来了，已经又出现了一个泼你裤子的那个。每次我觉得小丁我应该挡这儿比较好一点。好，现在杨洋再进一分，二比一。加油啊，加油！我想出手。弟弟加油啊，弟弟攻。好，现在弟弟落后一比二，来吧，来。三一看这边，三一看这边，三一看这边。哎。看这边，哎。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，就让你看见我脸上的成长。终于啊！快，错了！我跟你说，他巨狠。你知道你没有守住了吗？迪哥找回了节奏，这是这个游戏的正确打开方式。朋友们来了啊！现在好，杨洋上头了，来了，杨洋开始瞪我了。三一看这边，三一看这边，三一看这边。好帅的！确实，刚才有点……你泼我人家还挤兑人家，我说好帅的。现在3-2，杨洋进攻，可以了。他的规律就是有可能玩。你能不能学学人家？又开始，你不要。
只要杨洋看到弟弟干干净净的，特别生气。明明比分是接近的，3-2，对不对？来，现在杨洋进攻，弟弟领先3-2。三一看这边，三一看这边。打得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好，挡得好，打得漂亮，怎么样？防守成功，防守成功，太棒了。好，现在杨洋还有一分的机会，现在杨洋4-2落后，杨洋进攻。三一看这边，来，三一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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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一看这边，三一看这边，OK 了，也打了，手速绝了，可以了，去洗个澡吧 ，OK， 帮燕哥擦一擦。快快快，给燕哥上毛巾！弟弟和弟弟玩，来，真的是会吃力，打屁股打屁股，哎呀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杨洋，喂，你怎么追我还摔跤啊？这是什么？中印王中王？没摔死吧？该上不关我的事儿，我只是跑。还好不？还好吧，哥。上一次追人摔倒的是沈腾哥，然后是轻易的人。下面是雪琴这队和老秦这队，孟阿塞、燕莲、迪哥和小丁。又到我们了。对，这回换迪哥去玩吧，让弟弟泼吧。对，我来泼吧。对你泼。杨洋，到我了，到我了。能换我吗？我来泼。杨，你来，你来。你就站在这儿，如果是真的是迪哥输了，你帮忙一起泼，真的，给你这特权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，可以吗，迪哥？绝不输。那我挡不挡？哎，弟弟太可爱了，弟弟太可爱了。他说：“那我挡吗？”迪哥的命也是命的，当然要挡，该挡还是得挡。当然要挡，迪哥，先干为敬。我没想到我还要玩，直接喂你嘴里。来吧，先石头剪刀布决定谁先进攻。石头剪刀布，好，现在是阿塞先攻。3-2-1，看这边。3-2-1，看这边。好，3-2-1，看这边。看这边。哎嘿，看这边。哎嘿，看这边。漂亮。yes。抓住机会了吗？没抓住机会。阿塞拿一分。好，到迪哥。3-2-1，看这边。好，3-2-1，看这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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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这边。3-2-1，看这边。看这边。3-2-1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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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这边。哎，哦。3-2-1，看这边。哎，哦。漂亮。哎，哦。漂亮。看这边。哎，哦。他们俩没有，我们俩没有看见，我们俩看这边，三儿看这边，三儿看这边，三儿看这边，醒了吗？醒了，醒了吗？醒了，一下醒了吗？这个游戏叫做阿塞和他的队友们，根本没有人在看他。好，现在场上比分1-1，阿塞进攻，刚才迪哥得分。3-2-1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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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哎呦，看这边。哎呀，哎呦，看这边。哎呀，哎呦，哇！看这边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哇！嘿，是不是这个座位的问题啊？换座，别的不说，杨洋心情明显好多了。要不然俩换一下，你玩会儿。你们俩换一下，你玩会儿呢？哎，杨洋发现泼不到迪哥回去了。还有机会，回去了。
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You what？ 你别动啊！啥？你让他看，你那边干啥？你要把手放中间。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啊？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看这边，挡是挡，没挡住。你为啥弄用脸去接呀，王艳丽？整脸都接着，不是我那一瞬间觉得我的脸是盾牌，脸是盾牌是吧？你也算反应过来。好，现在燕玲这边还有一次机会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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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，看这边，漂亮，看这边，漂亮，看这边。好帅，好帅！好帅呀，这个！好帅，好帅！绝了！好，最后总冠军就是秦霄贤队的杨迪和丁程鑫，耶，又赢了。